上学。哦，新买的辣椒，哈哈哈。一样吗？一样是那一家的？没有，别的牌子，它上面写鸡心。鸡心哈，鸡心听说很辣哎、欸。鸡心蒜蓉的，加一点先试试看。就这个要加一点点而已，这样子。对啊。就这样子。朝天，哦，你说的是鸡心啊，哦，这个鸡心，半隐秘为什么？鸡心啊，啊，我的那个鱼酥忘了，不是有那种鸡心辣椒？阿美呢？哦，对对对，汤匙给你一样没关系啊。啊，我开始要吃第一口的时候，我家女儿已经要吃完，我们自己加了很多的醋。然后呢，沙茶酱再加下去，我觉得这样子味道很好。你要醋吗？然后有，你们刚刚不是有加吗？我没有加。真的很自私。因为我不知道你要加多少啊。我以为有帮我加。拿挂好了。嗯，好像可以。不辣。再辣一些，加一点蒜。又酸又辣，然后结果它这个辣椒是后劲，我两个加，不够，一直加不够，一直加，不行哦，不行哦，这里面太辣辣的咯，我这个醋味好重。跟我一起送儿子上学的话呢，早就迟到了。为什么？今天跑两趟，去了之后，礼拜一要帮小朋友带棉被。我跟阿 U 就很开心，两个就到学校了。嗯，大家都带棉被，啊，我们的嘞，他自己躺在家里。我急性子，我没人理他。那你是不是目送我们两手空空的离开？好的。宵夜好饿，但我发现我昨天就吃六颗水饺哎。你真没有吃宵夜，但你女儿有。我看到影片，她吃几次，吃的好开心。我觉得，不知道哎，感觉好像那个什么，我们那个那辣比较好吃，对，是不是？这个辣走不久，哦，你知道我那个意思吗？就是我在外面在吃，就是凝气的，好像就是那种，哎，对，蒜蓉辣椒的。外面在消毒，所以大家就会听到有啊的声音。我觉得这个辣不贵。好，等你，不要发脾气。妈妈，我妈妈也呢。不行不行，去找妈妈，去找妈妈。不可以。它好像就是只有辣，但它没有香。我看辣，辣走不到后面。辣走不到后面。它在很前面，对，就前面辣完之后就哎，突然就没了，有那种感觉。哇，辣妹哦！你看，如果吃那个宁记的话，对啊，不可能加这么多。我觉得我还是要去买一个，因为如果我用那个麻辣锅。这个可能要加一大罐。宁记的那个还是蛮厉害的。没关系啊，总是要试试看嘛，这叫老骡子。
他有吃宵夜还是饿？那他就在这附近敲来敲去。那要他们那种喷消毒，就是杀那个蚊虫。需要夏天蚊虫多、嗯。真的特多。阿美，哎，你要干嘛？不可以，那边没有东西可以挖，你可以下来吗？小妞，小妞，不是，不是，之前他一直在门口在那等，真的假的？他在用汤匙擦我。他其实很想跟我去。对啊，等下吃完他们就睡觉。回笼觉。没错，因为我是被饿醒的，我七点多就起来。我好饿哦！现在都想要饿，你可以先出去买吃的。没有，因为如果我先吃的话，我想说你不要再等到什么时候，我怕你的面糊了。哦。要不要鱼酥？要不要鱼酥？不要，我饱了。我女儿把那个饼干碎在地板上，坏坏。那今天面好像比较少，还是因为你今天比较饿？还好啊。哎，他们面应该量都差不多吧？我看他们好像都是靠 feel。就是，对，随便，就是它那个是一堆，它不是它没有固定一坨干嘛，它是自己抓。看感觉下面，但是他们下面的人应该每天都一样啊，为什么你会去买另外一间呢？就巷口那间。对啊。哦，对，他今天有开。那你说你要肉跟面啊？肉跟那个就是肉跟面。那个是肉跟干面。它有肉跟面啊。那我比较常吃它肉跟干面，比较不会去叫它肉跟面这样。啊，我问你说你要米粉吗？我以为你哦，没开。嗯，台湾。这个炸鱼酥好吃啊。外面闷闷的，应该是快要下雨。应该是吃药。这礼拜天气比较不稳定。那昨天你睡一睡就起来带女儿去吃宵夜啊、哦？起来丢了那个整理、哦，然后他女儿也醒来了。我想说好吧，看他样子一脸写着饿，不然我带他。深夜游街这样。吃完你们也没睡吧？吃完我看一下剧本、嗯，然后就休息了。哦，就睡了。嗯、就带他进房间。哦，你不要拿汤匙。刮痧，刮痧。我饱了。是不是饱了？擦擦擦。我的胃差不多了，好，我去睡觉。啊，你还有哎、欸。就饱饱的呀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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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就这样子，阿美跟大家拜拜。